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，黑天鹅奥杰塔为什么要学习塔利亚的紫魔法？今天我和学姐研究了长达8000年，我们终于找出了其中的真相。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，谢谢，我们是有证据的。众所周知，塔利亚掌握着紫色魔法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塔利亚释放大招时，它就会出现紫色特效，这便是紫色魔法。小伙伴们请仔细看，一封署名塔利亚的信被送到了迷你宇宙所有爱好魔法的人手里，而这个爱好魔法的人手里就包括黑天鹅奥杰塔。我们可以看到黑天鹅奥杰塔所掌握的魔法正是塔利亚的魔法。小伙伴们，他为什么要掌握紫色魔法？那是因为他要控制我们的白天鹅奥杰塔，并且黑天鹅奥杰塔的控制欲非常的强。我们可以看出，在黑天鹅奥杰塔登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看出它的简介：现实与梦境并无纠缠，而我扮演的就是我自己。我不是白天鹅，我就是我自己。小伙伴们，请仔细看两幅动画的对比图，我们便可发现塔利亚的魔法正是黑天鹅的魔法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